古装剧新戏跟大海有关。知名网红小 Ella 来尬一脚。你被冲杀了！你被冲杀了！都崩溃了！都崩溃了！你讲你一个是黑阿姐，一个是金阿姐。我为龙宫来还甘，是为着要找龙太子诶。饰演龙王旁的虾兵蟹将小 Ella 直说台语练很久，第一次参与戏剧演出，也打破古装剧有史以来最大性感尺度。神仙的造型，我觉得是非常好看的，因为有那种 cosplay 的那种动漫的那种感觉。坐椅子的那个动作，我可能这样就直接这样打开，这样脚开开的。那导演就说：“小燕啊，你现在是女生哦，你怎么可以把脚打这么开？”对，然后我就会突然忘记说，我现在饰演的是一个女生的角色。角色一时还转不过来，差点露了馅，但还是顺利完成任务。尽管台词不多，仍觉得很过瘾。他们就说我演坏人会比演小生、演正派还要来得好一点。他们说，因为可能是本性演出之类的。演员张峰且透露，这也是他人生第一次演坏到骨子里的反派，很有感。剧情描述龙王之子一出生就因故不得不被偷偷留在人间避难，而后动了真感情，要不要回大海实在两难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下次想要演一个就是青楼女这样。演戏演上瘾，小 Ella 已经想好下次想要挑战的角色。网红跨界准备在下个礼拜要上荧光幕，不同管道跟粉丝见面，话题十足。三立新闻李文森安保。